有啲唔同噶，嗰啲短啲噶嘛，紫天椒，你睇下佢呢啲咁长，都唔同喎，即系品种嘅。呢啲咧爱嚟整潮辣酱、秘辣酱，佢啲味道香啲嘅。其实呢块田系上一代几十年前租落嚟嘅。沈小姐见田里面嘅辣椒比一般紫天椒更长更香，十年前就索性搏一搏，创立咗喜悦呢个品牌，用自家种嘅辣椒做酱。啲辣椒咧咁短咧，你摘咗佢咧嘥咗。咁如果有得咁大只又咁红咧，摘咧就好食啲嘅。同埋咧佢青咧，佢有啲草青味咧，会比较重啲。呢只辣椒落完苗要等九个月后先开始长辣椒仔，等到辣椒够熟。至少都要一年，如果那年收成好，大约都只可以产到500樽酱。本地品牌的辣椒酱不算少，但够胆讲自己用本地种植的辣椒做酱的恐怕都没多少个。本土种植的东西是适合自己口味会多些，因为水土水土就是关于水和土。自家辣椒田的产量少，所以他都有同一个元朗农场合作，包起晒佢哋有机温室种植嘅魔鬼辣椒，做另一款酱，叫火烧辣酱。香港咧天气比较潮湿啊，同埋热得嚟唔系爽咧，对根本对呢只辣椒嚟讲咧，本土种植系艰难嘅。每一年就系睇佢有几多，我哋就做几多，就唔会话故意诶，喂，我特登要沟稀释啲啊，然后去做少啲啊，或者做多啲啊咁样。我最多嗰年做咗150多支。不过今年因为植物受到感染，新一批魔鬼辣椒只系得翻少部分可以收成，所以下一批魔鬼辣椒酱应该会更加限量。佢黐满晒成个果实，你够唔够胆俾人食？唔够胆。两年前喺美食博览摆档，佢哋连门市都冇。好多客人咧，成日都话：喂，揾你哋唔到啊！你去边度摆展销啊？成日都周围走，我哋点揾你？上年终于喺天后一个商场仔开到门市，等客人可以亲身上门试辣酱，试到啱为止先买。不过佢哋都会继续摆美食博览，因为每一次美食博览都系个个客嘅心态都系我要揾啲好嘅嘢食。本地制作确实唔系一件易事，但只要客人觉得佢哋嘅辣椒酱好食，佢哋都会继续 keep 住呢份坚持。